今天是第几天？今天第三天。嗯，礼拜六，这里是武威，这个后面这个火车站呢，非常的威武，大气啊。那火车站附近这些店家啊，卖最多的就是牛肉面。不过那种的牛肉是不是重点的，是他们这个用拉面很更好吃，没话讲。所以他们就到地的就是拉面。早安。早啊。对，按听导演的话，这样才会。威武站，比我长啊！我完全是190的这种感觉。嗨，早安！欢迎来到海藏市，原汁原味的千年古市。OK， 看起来很那个宏伟，真的。来，今天是第几天？第三天。看到最大的教堂，藏有点太正。好，三三七啊，三三七，在后面，要摔倒哦。哦。啊。释迦牟尼。
那么他就想了，这一位高僧绝对不是普通的这个僧人，立刻跪拜哈。那么后来才知道呢，这是。一位高僧有来凉州，但以后快端王子从草原回来，身上生病了，身体生病了，就是长那个疮，皮肤上长疮，疼痛难忍。这个时候呢，萨班活佛，药我全，你也是神水。有时候我们遇到这里的僧人，他会打出来水给我们喝，夏天的时候喝了真是透心凉。据说池水，特别清凉。790年哦。我老公说他晚年的时候他要读嘛，我说好啊。哇，你看看这个。这会录音的，这真的是很古刹啊！以前讲古刹，哎呀，哦，乱写字。松宝图。好像是这样子，很厉害的哈，很值得。这个好像是这个村子啊，举起来也在有点，说是蛮荒的也不是，应该是我盖的什么新区的老板。这个村子原本是不被拆开的，原本村子长什么样子呢？比较不怕冷，能不能？啊，嘎凉顺，嘎凉顺而已。你没打吗？安全带。那我们接下来大约一个半小时，途中啊不能过去洗手间，我再调回来。所以呢，它是出高速公路的口是先于那个洗手那个服务区的哈。所以就讲了，我们一个半小时是区的部分哈。左侧前方呢，看到那个金顶造型，以前文化产业。
色的那个草的部分呢？就上面我解决一大片。然后吃饭，午餐啊，大。三，再一张，一二三，快点。一二三。耶，能不能？啊，两千那个。哎，看不出你们两个。现在温度可能只有零下了，风小姐很冷啊，是这种感觉。啊，背后是七点山了，七点山现在是都是雪。练有练个不？不，我个。那边那个 run， 那个小镇八点半，哎，小心点哈，小心点。一、二、三。三。小小溪，一水寒。这已经是七连山了，连几几，帮你喝呀，可以。为了要照美美，拍特写最厉害的。好钓鱼哦！要往上还是往旁？往上，往上。钓具变破了。好、oh, yes。
通吃素斋。这顿吃素斋还可以吗？还行。还行吗？还行。很新奇。还行。还行。还行。就这个饼。我看看。如果很适合的话，我就下去。下去什么？在这里把头剃光。下去把头剃光。要立地成佛。阿弥。哦，红枣，红枣。这一餐素斋。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吃到嘴巴还不软。所以很少有团体会来这边。是吗？对。可是这边好像蛮有点名气呢。帮我先取来，确定。对对，嗯。龙台姐，龙台姐。我家住的包的那样子的厕所呢，就是破坏开放。这样子，它是连在一起的。白塔，白塔的塔顶，然后有看到块石头写西夏国寺。小朋友拍第一排，小朋友来，站在我们的张后面，美丽的在前面，搭你的光啊，这叫什么寺？大佛寺。是哪一国的大佛寺？西夏的大佛寺。大佛寺，西夏国寺。直接进就可以了，直接进就可以了。虚拟功德，佛的最高境界就是到了虚拟山。虚拟山就是一个极乐世界。哎，在我梦里。我们念佛嘛，印。允许，那么有这个朝廷呢，就是说我们是有钱来支持他做这个事情。那么就在今天呢，张掖这里呢建起了这一座六朝大佛寺来保护，但是它非常好的保存下来呢，就是不容易，经过展过，对，特别好的保存，这就是它很多佛殿的。所以不再会进入六道轮回，就是永生不灭的这种状态啊，所以就是涅槃开。是。他一步跨进来啊。你前能前面一点，应该是前面一点，他比较亮。前面，你对呀，低下来。有没有打住？有哈。啊，厉害！对。二三定。一二三跳，三。二三跳，二三，二三，谢谢。
壁画成文慈爱用批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后部，南京盖的西会馆，山西会馆。现在在跳是因为冷啊，对，因为冷，降温了。消了，最后买到一康，他那个排水没那么好。我很慢，啊，很慢，前前很悠闲的，对，然后下午吃了一堆东西之后，起床晚餐要不要吃肉？我吃饱了。住在那个附近，对，或者是王府井，对，或者是王府井，这样子。然后我相信那边都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本来还想，所以还是需要心理上的，需要一点，对。那如果你去水关长城，比较荒凉，那可是比较荒凉的话，你看得真短，你花一趟时间去那里，是第二次、第三次人去。我那伊那几年，我只是要看你两页。我也伊唔知，但是我也感觉无差，没有可能一趟一趟，所以还是因为他算花多，他从美国回来，对，还是去八达岭比较。我还是去八达岭的，因为南向北向的话，北虽然比较观光，它比较长，那南向你可以看到有修跟没有修的那一类感觉，然后它有新的那个。你如果索道吗？不是索道，是它的。地上板车，地上板车，哦，好像二零几年的，新的，对，然后可以怎么样？是怎么样？选择一趟上去嘛，啊，这样，啊，对，这样，对，啊，你是不是安？我老公之前就刚好那一天要去。